若是逐天安尼，有偌好，对伊某人来讲是足平常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对我来讲是敢若平凡共款。珍珠，我一个礼物要送你。 你是卖礼貌，我变一个魔术给你看。你看啊，你个摇摇的，摇摇的，就是耶，实在害羞。 金主，多谢你。金主，我送你这个礼物是有用的。你看，这温底是地下室的地水，人一挂柠檬了，虽然啉起来有淡薄酸酸的，也唔过会使当变出像迄菜同款美丽的景色。其实哦，咱大家拢有拄着的难关甲痛苦。 有的时阵，这痛苦那就永远拢无法度解决，要甲拢袂当喘气啊！要毋过只要你硬轻轻加落，坚持过去，你就会发现经过遐痛苦了后，咱会变较愈坚强、愈智慧，嘛更加有自信。嗯，我知影。 我爱恁呢，珍珠，你敢不知影我逐工目睭一闭开，我就最想要紧看到你。我想，这就是爱吧。妈呢？ 要想安怎爱我？因为你看起来足无快乐的，你回家时你经过遮尔多代志，引起我的同情，让我想要保护你、照顾你。哦，你这是什么理由啊？敢讲我无其他优点？我就是要知影你是安怎爱我。紧讲。 有的时阵吼，爱是无法度解释的啦。我敢会当讲，甲你做伙我足快乐的。你有一种我无法度离开你的魔法。
新登月。你安怎做啊？迄只文清甲你报出来吼！哎哎哎，归去啊，好啊啦，啊人平安做转来无代志就好啊，莫管命啦。你真害呢，你连阿公哦都害得互恁阿妈哦袂惨呢啦。啊，恁阿妈住伊是啥嘛？我就是想过成年，无甲你管哦，你才安尼弄六年啦。以后我袂啊啦，我甲国较安。好，啊，等下等。对吧？季金柱啊，啊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哈？你当作我是空气哟？后摆吼，你就免少想为我身躯边哦离开一脚步。你都不知好歹啦，啊，无想到吼，我这么疼你，讲的拢嘛是为你好，到到即摆你都不知，你这囡仔吼，弄你啦！下来。